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克，我今天来讲《地城邂逅：记忆憧憬》。那一样老规矩，大家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帮我冲1000人订阅。那这次主要讲的是呢，奥塔篇。那我这次的防具是换这个，全物理耐性加8。对，因为奥塔这是物攻嘛。那来看一下我这次角色选择。已经剩最后一次了，所以拼了一次。那大家看一下，角色几乎没有变。那我这次就是放比较多 debuff 角，然后还有这次奥他会晕人，所以我放了防气绝、防晕眩的。那这次测试另外一个是让我的 debuff 角，让我的送头角变多一只。对，要洗那个助理角色的技能。对，然后一样嘛，武具、防具都尽量满等。首先来看一下，他怕魔-100%，所以你一定要魔攻对打，那其他属性都没有特别怕。很好。为什么会是满血？我觉得我有可能活不下去耶。分砖如果一开始没有死很快就很麻烦。哦，很好。哦，躲了两下。然后你看他如果奥他一直尬着成功就比较麻烦。因为你的输出会下降。然后被晕眩也是一样，你输出也会下降，所以你看我的技能量表就集不满，集比较慢，这就是差别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暴击吧，28万新高，腰受痛，反正弟弟打不痛了，完了，尴尬一波。哦，24万，OK，这次可以拉高。那第12回合通常都关键，因为越打越痛嘛。我你的全倒，怎么会这样？之前刷2300的时候没有，有时候还是有点运气。对，好，原本想说这次有办法突破2300万分的，但是为了时间问题，因为赶紧上片给大家看，那这次就打个1700多万分而已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大家下次见，拜拜！订阅我频道，按赞分享。